要进攻，左路是有点难的，但是他打法现在是直接哦出一个法拉体系，直接上来硬坡，我的天哪！这个，这完全是不走之前打法正常的风格，他就是直接骑你脸，直接把你炸爆。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法拉的正常打法，就是直接洗脸的那一种刺客体系的法拉。这个完全在人家屁股后，这真的是。可是他是很帅，可是他队友死光了。对，很奇怪，很妙，很妙。这现在这样被狙下来，才是我们正常看到的画面。这个 RNG 成分不影响。对，一波普攻被发现了，炸弹鼠来，来单挑炸弹鼠。哇，这是正面的补了过来，开始被打掉。哎，这个炸，完全把甘肃带掉了，抓到炸弹魔了。对，这个果然是世界上最强的闪光，该死是绝对要死，绝对不会放过你。Liberal 这边换上了半杖打正面。不太好，这个飞裂剑，这个温斯顿，这个飞裂剑，哇！但是温斯顿直接跳啦，推出去，没问题。其实这个时候他要硬拍半杖，其实拍不死的，因为其实有一个慈悲罩的话是完全没用的。哇，这个跳了，四杀，三杀，带机甲，带机甲，对，这非常非常精彩哦。这我一开始想说那个龙杀掉那个残压塔已经让人家很尴尬了，对，就 Nico 就已经死得莫名其妙，怎么就队友一穿心杀五个？可以，谁比我比刚刚闪光玩的太腻了？就我想我给我狙一下，拜托。不过其实看一下 Mistake 跟 Striker 现在也是换过来。对，这是他拼对位就对了。这边有机会吗 ？Mistake 有带走了 Spellbi， 而 Spellbi 可能这波死了。然后你如果看到那个 Liberals， 他又要换回闪光去杀你了。对，受不了了，你这个 Mistake 敢在我世界这个操作这么差的闪光敢在我面前秀我？对，还想杀我？对。不过加德这边有换到对方一个后排，再拍掉 Liberal， 甘肃这边爆发。对 ，Mako 这里这一波自爆交出去，哇，这个双方是交了非常非常多资源在这个转角点哦，哇，太凶了，再拉了一波复活，波士顿的反击也非常强势，对，其他人员是不减的。上次是看我忘记看哦，这个你又想秀我，我直接一枪把你给打烂，再把 Case 带走，对。一分钟 ，Liberal 这边交了这个地狱飞轮，可是这边 Mako 已经先炸三个兄弟，你留点给我炸，拜托。好，算了，没东西，不给我炸。这个人，这个人想要落位到后排，对，但是你被限制住的时候，你的正面是完全打不赢，等于是其实有点像在浪费时间，但是却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正哇，这个机甲点被占到了两个，不过没有关系哦，目前点上这个没有机甲了，机甲有爆吗？有没有接爆？哦，爆了爆了，有爆有爆，这样子都还不爆，太过分了。那这样倒坦了，终于可以往前喽。对，其实这一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Mistake 忍很久了，拔刀一传二，就这把刀，如果你跟我讲他没有回去换角，我觉得会是多拔。对，这段也是最难打的位置。对，对手一直在抖，不过甘肃跳脸被 Liberal 惩罚。其实想到就是在那种点位很难打，就是例如直布罗陀的二点，其实也不好攻嘛。对，这个时候在比拼的就是双方的输出位，看谁的操作好，对，先打出破口。Note 终于是爆发性的一轮，换掉了你的前排双坦，可是对方的反吃把你人全部杀完。这个就是 Nito 刚刚所说的有带 B 级的防守阵地。对，但是我们看到 Libro 直接把 Mistake 炸爆了，而且。Kalex 也被打掉了，但是刚刚的视角其实完全没有带到这边，都没有带到。对，其实我刚很尴尬，我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什么都没有。但是下一秒 ，Strike 直接把人狙了回来，跟刚刚暴雪瑞第一场一样，就天地狗突然修长很凶，好像打出优势，马上波士顿的反击也到位，对，互换了一轮。对，就是他刚刚的，我看到对角线嘛，在屁股要炸屁股的时候，地面被杀光光了。对。哇，这个 Jonak 直接在敌人家冲过来，狂殴这一个 game 主。哇 ，Liberal 已经如入无人之境了，你家当我家在飞。对，直接开始封门，你敢信？这是一个封门。其实法拉利飞到这个位置，守方很痛苦。对，你不知道怎么，你要绕墙出来，那就会被我队友狙击。而且他是完完全全每一发是，讲白点就是枪枪到肉。对，打得很痛的那一种。我只要心情好，玩得愉快，我的火箭弹幕就从上掉下来。虽然说 Nico 有换掉对方，还有 Striker 有狙掉了阿拉莫，但是自己人员倒的还是比较快啊，怎么感觉要直接爆开的样子？他飞这一个位置的话，光和尚的球就够保护他了。对，根本不需要慈悲。直接可以去拉正面，没错。这个，哇，直接洗脸，而且还可以封门，哇，这个又把机甲点掉，炸爆了，哇，这個、感觉不太妙、哦。这个一转二，这个其实也不是一转二，是给你有空间，但 是慢慢打，对，他是稳着打，然后慢慢的打。哦，这个地方终于掉了这个正面前排，要拉复活吗？这是时间，感觉，打成这样子还能打回来，真的不愧是 2CP 我真的很佩服，真的。这都已经几乎处理到完美，但他本来大局上面没有巨大优势，他真的是靠基本封门的实力硬拉到这个优势局。哇，这个98%吧，世界上最强的闪光，开始来乱你的后排。但是已经结束了，这个对方已经反抢回来了。对，
好，我们先看到了 Striker 的狙击则是拉到后线，那哇，他 bang 掉了闪电，被打掉了。对，不要跟我说你是世界第一的夺命女，对，这个我就不承认了。哇，再狙到阿纳莫，开进去，还没开，哇，但是又被打了出来，哇，尴尬，哇，这样子开，只嗨到一个D吧，那是不是换回去要换角色了？这个应该是。 他应该知道说他回溯回去再过来了。哎，不过放这个机甲有优势哦，有用哦。这个没关系 ，two CP 好像才要低一点。对 ，mistake 继续限制你的后面。Level 这个地狱飞轮有没有办法？哎，炸到了机甲。哎，爆甲差很多，又要反打回来了。对，这波哎，但是刚讲反打回来是毒奶的意思吗？哎，没，又被杀光光，会炸回来，会炸回来吧。 小美这边居然直接死了，那是不是架不住的感觉？哎，没有，Lipro又把诺特给打掉了，所以应该是还是有机会哦。好，点上来 Striker， 闪光不倒就都还有机会。没错，哦，刚讲完就倒了。哇，最后还是被击杀。哎，这个其实很真的蛮抖的。嗯，我就是穿不下来。对，哇，这个，非常准吗？哦，两枪很准。他从车一切入的话，如果他没有搭配了其他，输出会是。 直接一年，哇，这个被吸掉了，哇，神秘币有狙掉了 Nico， 但是 Nico 感觉会被复活起来，好了，复活起来，Striker又打掉了Jonak， 哇，这波非常非常有机会，Striker 没有人处理，非常非常有机会，穿了穿了，这波应该直接爆炸了，对，来看 Libero 这个破口，有这么多顿顿，你炸得到东西吗？ 这应该也炸到，因为毕竟哇，这个阵地战，哇，炸到这个聚合光束很赚，对。 而且没有慈悲，是宣告就确定就是六打五了。对，要直接灌进去了。Jonak在爆你一个机甲，我史帅克站得住吗？应该站不住，站不住。因为其实哇，这个Jonak什么回事啊？杀四个人，三杀，然后才被B机惩罚。你三砍正，我有三个坦嘛，我三个都杀掉。那个是打死人的节奏，看他等下这边要钉钉钉了，乒乒乒，套黑球我就杀一个，套一个我就杀一个，对。 这边阿纳莫是先手，这个女武神在你破门这一块是先收一波，而自己的位置站好，不要刚讲完，对，果然就出了一个法拉，制裁这个三砍三伏的阵容。是，因为其实，在法拉出的话，你看在室内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可以限制他，完全没有哇，吸炸流四个，哇，四个完美的 combo， 完美康，还有逼出去被踩，可是摔个掉，哇，这个Jonak被炸掉了，但是Selby把摔个打掉了，但是Selby开始开秀了，目前是一个5打4，对，再拉复活拉起来。 双输出一个展现，有没有机会打穿？有稳住哦，有稳住哦。波士顿这边哇，可是才刚讲完，对，真的是不能夸。哇，这边这里大爆发，史彪比牵着线架进来，再点上面再狙掉一个，继续找位置。勒布罗这边粘没粘到，跳进去，但是拍掉史彪比来破口来了，要进去了。对，一瞬间有没有看到？哇！ 而且真的OB来不及带，哎，90%的要返场了，兄弟 ，overtime。好，这个进场对方被顶了一下，其实有点扛不太住，Jonak这边倒了，两边都是超凡路胜。后手开，这边波士顿有一定量的优势，而且还先打掉对方主坦位哦。对，史彪比这边也掉的情况下，残局这边要开始水饺硬扛了，有点进不太去，牵Jonak，但是 Nico 这边不慌多了，撞掉。哦，Mako这边的协同很漂亮，可是阿纳莫掉了，那你没人牵了，直接碾掉 ，Mako 也倒，拉复活把 Nico 拉起来，人数巨大优势，这个地方应该是站住了吧？虽然说是撑到了 Jonas 的返场 ，Sebelby 这边76跑过来，于事无补。因为 Kalex 的慈悲被打掉了，对，所以自己怎么？哎，吸掉，刚好吸掉，嗯，丢一个自爆来缓一下，可是派这边已经狙掉两个人了，对，再把 Level 炸掉，反换过来，但是目前是一个3换1。 哇，这个超凡入阵没有救起甘肃哦，很可惜。哇，两边这对决就是挥剑都是一次，但是魔剑要摸。哦，这个，你跳出来是吧？对。那这样高台是我的，我又跳出来啦。对，我一枪不。哇，换我跳出来。你跳上去是吧？对。来啊，再跳啊！没关系，都拉复活，还有再战。来，现在1比1，判一下就知道跟史帅克打到你死我活了。对。 哦，三个狙掉，把那阿克打掉。对，那判应该还颜色。对，有办法吗？这怎么倒的都是这个人啊？派这边没办法还颜色，被甘肃限制了。Mano开了大招，像是双辅助的大招。嗯。
那相反的 Boston 也是一样，那 Gamesu 也是开一个野心之路，但是硬跳了回来。对，两边在房子里面跳大，回得来吗？感觉好像。被狙了一枪 ，Mano 快死，但是 Gamesu 也回来了，哇！顶住了，但是 Jonas 被狙掉了，补量不够，这夺命给的伤害大于慈悲能。而且这一波最尴尬，哦，好，现在复活起来，那 Mako 又直接把Mano打掉，其实这样很尴尬，因为我加入一个超凡路胜。 没有加我的慈悲，加女武神复活起来，但是我的 Mano 又倒了，对，那这是哇后续又掉了，好乱啊，你知道吗？其实这一波就是等于是我的女武神武功 Mano， 其实这一波我如果加超凡路胜，就是白交。你这又要来 solo， 冲出去边一下很痛，我到这边全去直接再回来撞掉，不过是一个小小敌法还好，对，边死 Mano 双坦都倒，这边只能交超凡路胜，这边对碰。 但是其实大局优势是在波士顿这边的，所以人数优势，但是 Striker 这边被狙到，哦，又摸了回来，哦，还有人在推，还可以哦，哇，这边是狂战士型的这个 BG 啊，冲出去各种狂打，派这边继续拉枪线，血量非常非常低，对决有办法打吗？有点绝望，但是 Libero 的半障啊，对，还两边都还在找那个最大的破口，要直接上了，自己的破口自己造 Libero 这一个地狱飞轮。 哇！被打掉，摔人在近距离开近，直接狙掉了，差点就两个了，你知道吗？对，而且还是女武神，还好，这边有顶住，那马上 Mako 这边吃掉 Mistake， 又把 Lebro 打掉 ，Kalis 也倒，那这里应该是纽约这边可以挡下来。对，有没有机会跟 Lebro 一样，一条龙穿三只？来了，投射一波，有机会吗？穿出来？哎，没事，隔开了慈悲，现在是完全没有慈悲补量，把你的这个法师卡的补士卡的开。 好，没关系，这波龙已经无功而返。对，派尔把Kalis打掉，这波其实又狙到了关键的角色。哇，双补都被派打掉了。哇，这个真的是很派啊。嗯，1分钟的时间不会一点直接过不了吧 ？A 惨，我觉得是很有可能。A 惨，有点惨的味道哦。双斧大招在手，怎么输？我问你。哎，刚讲完，派倒了，不好说。他可以去拉复活，这可以拉复活吧？这不管怎么拉复活，摔的位置应该是。勒布罗还有一个地狱飞轮。 女武神先开，Lebro这边要不要准备？他还在这个很刁钻的位置，轮胎声有被听到。Mano 掉了，又一个 Striker 这边进来找机会，再一个。你还想跑？我跑了，还真的跑了，扛住了，真的跑掉，哇！Mano 这边拉波拉起来 ，Overtime， 这个最大的灾难到底还真的能跑 ？Mano 超凡路线6打5的情况往前吃 ，Striker 再打掉，机甲。最后30秒，难不成就是？ 我不要 A 惨，我要送进去，再打2分半。非常非常，我真的是已经守得很好。哇，然后这边再直接带掉，哇，这个 L 点有点危险哦，是 Mano 倒。好，复活起来，还好，还行，还行，但是现在看状态，纽约没有招了。但是其实相反的波士顿，只有一个双坦克，然后再被压掉 Diva 机甲，哇，这真尴尬，枪先又架好了，尴尬，派这边掉了，派又掉，Libero可能。 哇，复活起来，换了一个 Nico， 但是被拉复活，很危险。我觉得这个真的超抖 ，Mano 扛不住，拿不起来，有点危险。把 Lebro 带走。而且我发现 Jonak 的大招刚刚开的是赶路，车子已经开进洞一半了。等这个自爆结束，对方反炸你一波 ，Jonak 反场把 Note 打掉。<對>这边还能在这边打赢吗？爆你一个机甲，哇，这个粘掉，车子差一点点，是一个问题呀、啊。Strike 再处理掉你一个人，这边有办法吗？ 哇，这个真的是手很抖啊！只要一波小失误，什么就都没了。对，可是Strike枪械怎么办？就那可能被带走了，派直接在点上，再把他拿掉，完了，这个关键的野性之路，只剩下一个闪光，被牵出来，没有了，进去。哇，这个感觉要下课了。第一把这边再次卡住，下课，推开。哇，波子都打赢了纽约，复仇成功。哇，这个真的是，哎，刚其实在最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关键的发挥哦。